那我们福利水产的董事长，来麻烦请到我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啊哦。好，老板。哎，头家啊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紧，不要给你要上来。好医生哦，你带一个豆豆享受。喂，来来来来，看到我们前方的摄影团队，共同比出一个赞的手势，好不好？今天赞不赞？赞！大家嘛赞冇？赞！单杠反复沉水赞冇？赞！谢谢我们所有的优秀的摄影团队，也更感谢到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表演人员，感谢你们，感谢。谢谢我们柏林水产，我们董事长为我们来做赞助啦哈。是。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感恩感谢您，祝您的万事皆如意。是的。接下来呢，公器使用时间到了哈。哎，你给我站到边啊，你实在是。来邀请老板哦。你在哪来嘛？厉害的嘞。来，我们再次的感谢台中玉翅南天宫以及完正水产章鱼哥，还有我们的主报企业陈明峰陈董事长，以及斑王海鲜餐厅，还有我们的柏林水产，在此感谢你们的赞助，感谢你们的赞助，超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啊！当然，买贝来恭贝恭迎啊，恭迎的咱的大家嘛，会使顺心。当然嘞，买贝感谢的咱单家欢呼千岁庇佑，感谢的咱单家欢呼千岁庇佑，庇佑的咱社会神仙代表，落下地主，咱会使行当好，行三级步，行两百，和大家趁钱趁甲扣，在主题家今仔日的活动，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顺心。再次感谢所有神仙代表，落下地主以及咱的神来信路，感谢的咱所有的好朋友，感谢你们的热情支持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恶魔舞台来，请起立，我们一排啦哈。好，然后我们舞台上呢，要对呢我们辛苦的摄影师也要深深的一鞠躬，以及呢我们今天的全家饭府千岁啦哈，来跟上我们深深一鞠躬，感恩感谢你们，有你们的支持是我们舞台上最大的动力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舞台上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，这次跟。感谢的恁很多好朋友，那先邀请呢我们的 DJ 当然，以及呢我们的规矩舞台，以及呢我们的恶魔舞台，我们先下舞台稍作休息，感恩感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欢迎收下班哦。哇，来舞台上留我们两个干什么？哎，留我们两个做什么呢？留我们两个羡慕。哎，好，谢谢我们现场辛苦的。我们摄影师团队，以及呢，感谢呢，对着咱天上神庙，阿咱天上老哈众地主，以及呢，再一次感谢着咱车主当属地哦，让我们呢，弘毅音响呢，有机会，我们的服务团队来到现场，记得日后有任何的喜庆宴会，还是有任何的表庆活动，不要忘记我们了。再次感恩感谢我们奇异果哥哥，也谢谢最漂亮的奇异果姐姐米莉，谢谢，拜拜。早安。哦、好久没有跟大家说早安了，早安，我们欢迎下次再见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，谢谢，感恩你们辛苦了。